岛屿，我觉得我们赢在准备充分，斗志昂扬，上场的球员发挥的都很出色。坦白说，这场比赛中国队赢就赢在篮网防守确实比对手出色很多，利用身高优势就是阻挡韩国队两个边路的进攻，无论是金软锦还是李在英都没能突破中国队两人甚至三人的篮网防守。韩国人不是韧劲很足吗？我们比你们的韧劲还要足，无论是落后还是领先的时候，我看到中国女排的球员总能咬住比分。说实话，这场比赛韩国人打的也是足够出色的，前两局比分都是和中国队咬得很紧，看得出来他们也是非常的想拿下比赛的。但很显然，缺少主力金义金熙真的韩国队右翼的进攻迟迟打不开局面，无奈他们只能一直强攻四号位。但很明显，我们中国队在赛前做了充足的思想准备，派出两人甚至三人来往金软井，很快的金软井不是被拦网就是把球打出界，这大大的挫伤了韩国人的进攻锐气。再加上我们今天中路袁心月也火力全开，被飞短平快和探头打得风生水起，我估计韩国人在赛前只是针对朱婷这个点做部署，所以他们的发球一直发朱婷这个点，想要破坏中国队的一传。今天郎导的战术很成功，他减少了朱婷出手的次数，转而把球更多的分给二号位的曾春蕾和中路的袁心月，这一招完全的打乱了韩国人的备战节奏。加上进攻屡屡的被拦网，最后一局到后面他们有点崩盘的味道，替补出场的姚迪几次跳传也是传得非常漂亮，这很多因素加在一起，我觉得不是韩国人太差，而是我们发挥的太过出色，准备的很充分，拿下韩国女排，向着雅加达亚运会的冠军进发吧。加油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你们确实太棒了。感谢点赞和留言，更多精彩体育欢迎点关注。